贴着门停进轿车，许多偷天厝都把一楼的空间当车库使用。台中一名蔡先生脸书 po 文，因为铁卷门没关，遭到鸠占鹊巢。一个不认识的人说都没说，直接把车开进一楼车库，人还溜走。这是我家当你家的概念吗？很傻眼啊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，想说会不会是小偷还是什么联络他来牵车，然后来也没有跟我们讲，进来跟出去都没有讲，对，都不知道是谁。蔡先生事后调阅影像厘清，一台黑色的车直接开进住家，妇人下车后撑伞走了。虽然有留电话，但是铁卷门内属于住家，是私人领域，妇人的行为已经触发刑法306条，也有规定，这个无故侵入他人住宅者，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文章po上网，网友说这是亲门踏户，如果是脏车，屋主恐怕会有事。网友建议应该把铁卷门拉下，让车出不去。律师则建议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要报警，再以侵入住宅和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，维护自身的权益。记者温玉平、潘嘉义，新北市报道。